好，请来给自己掌声一下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不是要用很感谢的心来感谢大家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感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手就弯一个腰来，大家比试感谢来，来感谢。好，所以今天的感谢呢，不只是我们口头上的感谢，我们还有无声的说法、手语来带给大家这种感谢的歌曲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掌声鼓一下。下一个节目时段，无声的说法、手语，感谢，谢谢。有时候，有时候，有时候。